像个小孩长不大，只有你能逗得我嘴角上扬，心像棉花糖融化。虽然你有时笑得真傻，虽然你的心思变化无常，只有我值得住你无天无法，懂你无厘头的话。窗前明月光，依偎你肩膀，举头望明月，低头把你想。是花好月圆的好时光，天上的一对，地上的一双，牛郎织女不相忘。天堂再美，美不过你心房，银河也宽不过你胸膛。把你紧紧绑进我的未来，说什么都不肯放。的好时光。给主子擦鞋是应该的，你不必太介怀啊。不擦。擦。我记得你跟我说过你特别喜欢骑马，在金府的这段日子你太闷了，看我给你准备了什么。多漂亮的马，从今天开始它就属于你，你想什么时候骑就什么时候骑。把人带上来。跪下伺候主人上马。跪下。跪下。跪下。元宝。跪下。你干什么？我干什么了？我让他跪下，他不跪啊，自找的。哎，不要管他，我们去吧。我不要骑。怎么了，麒麟？你害怕是吗？我陪你骑，来。我不骑。上马吧，啊，上不上马啊？啊！住手！请主子上马。我上马。
娟宝，他现在就是一条丧家之犬，整天被我踩在脚下。你为了他，为他哭，这样的金元宝你要他不要我呀？我永远都不会要你。你早晚有一天会明白，你的心里其实早就给了我，只是你自己不知道。你现在犯糊涂了，我不跟你计较，但是你给我听好，你越喜欢金元宝，我就越用心地折磨他，你越为他哭个不停，我折磨起来就越开心。听好了，你们两个给我严加看管，不能让任何人踏进这个房间半步。是是。菩萨，一切罪孽都是由我而起，也应由我承担后果。我愿意以我一个人的性命去换取所有人的平安。求求你，求求你，求求你。娘，身体怎么样了？你回来了，现在外面情形怎么样啊？现在外面戒备森严，就连金夫人都被软禁了，玉夫人也被关起来了。刘文昭这个爱千刀的，老天开眼，赶紧把他收了吧，保佑我们，保佑我们金府平安。把这老太婆关哪儿啊？有不能说了，跟金夫人放开我。我女儿呢？元宝呢？你们准备把我怎么样？放心，主子把你们都抓到一处来，有大用场的。放手啊！走，带走。你们干什么？刘大人说带你去忏悔，走，快走。你不要再跪下去了，跟我走。好，我陪你一起跪。我们想办法一起从这儿逃出去吧。没用的，我们玩不过他的，你娘和我娘都在他手上。你在陪他一起跪着吗？没关系，挺感人的。你已经得到了金甲和令牌，你现在这么折磨他，是为了要报复他，那也已经够了。我求你放过他，放过我吧。他欠我的，求，还远远不够。你是为了这个野种子求我，啊？
怎么了？怎么又流眼泪了？我不是跟你说过吗？你越是为他哭，我就会折磨他，折磨得越开心。别哭了，我现在好心疼啊。害得还不够吗？你哭，我不想看到你。我不会留你一个人在这儿，我知道你心里想什么，所以不管你对我说什么话，对我做任何事情，我都不会走。有什么事情我们一起承担。我叫你不要管我。为什么对他这么好？为什么你把他当作天下的珍宝一样？为什么？为你付出那么多，我什么都可以不要，可我得到了什么？我什么都没有得到。
次跟你分别，我就站在你背后，我都希望你回头看我一眼，可就是一眼我也换不回来。既怨报，几次三番的伤害你，可你还为他难受，你知道我有多心痛。我告诉你一句，我才是你最爱的人，只有我李文昭才是你最爱的男人。放下我！你可以为了他去死，却不愿意多看我一眼，在你心里，我就那么卑微，那么不堪吗？走开！纪元宝在我心里的确如真似宝，因为他比你善良百倍千倍，他不会为了一己之私去伤害任何人，在他面前你永远都是失败者。错，我才是强者，我才是赢家，只有我是赢家。只有你自己觉得你赢了。你得到什么？你有亲人爱人有朋友吗？你甚至为了自己赢杀害了自己的妹妹。不是你说的这样，我什么错都没有。我从小就汲取禁锢，谨言慎行，谦卑恭顺，时至今日我得到什么了？我什么都没有得到。而纪元宝呢？他什么都不做就拥有了一切，就连你都是他的。就因为我不是纪元宝，所以我不配得到这一切，我就不配得到你的爱吗？放开我！纪元，这些日子以来，我一直压抑自己的念想，我跟自己说，我要压抑自己，我要收敛自己，可我办不到。我觉得我对你好，你就会看到我。可是无论我怎么做，也还是得不到你一丝眷顾。我的耐心没了，我不要这样，我要得到你，我要得到你！救命！救命！你！麒麟，你来了，来，看看我给你画的画像。你到底什么时候才肯放了元宝的？原来你还是为他来的。你告诉我，到底怎么样才肯放了元宝？哼，难道你不知道我想要的是什么？我答应你，只要你放过元宝，我就嫁给你。好，我现在就迫不及待地想要看看纪元宝参加我们的婚宴，看着我们俩拜堂时的样子。
少爷，少爷，少爷，是我少爷，少爷你醒醒，少爷，少爷，少爷，阿福，少爷，阿福，阿福，少夫人现在怎么样？她很好，少爷你放心，我给你带了点吃的东西，你一定要好好保重啊，少爷。这是少夫人让我给你的，她让你好好的活下去。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干嘛呢？起来，走，少爷。你们要带少爷去哪里啊？快走，少爷！你们带我去哪儿？你们带我去哪儿？走呗！你们带我去哪儿？走，快走！你怎么不吃饭呢？我知道你吃不下，还在想我怎么居然能吃得下。你知道柳文昭为什么把你我放在一起吗？我抢走了你的儿子，你的养女，戳穿了他的身世。柳文昭把我们放在一起，让你恨我，我恨你，让我们无心吃饭，无心睡觉，忧心忡忡，彼此仇恨。可是我一点都不恨你，你恨我也是应该的，只是现在我顾不了这些了。元宝在他手上，麒麟也在他手上，这两个孩子一定为你我在担心着。柳文昭拿我来做要挟，让我受折辱，可我柳如月绝不屈从，我要好好的吃饭，保存体力，只要有一丝的力气，有半点机会，我就会去救他们。至少，我不会成为他们的累赘。把他给我带走，走！你们要把他带到哪儿？少啰嗦，带走！走！你们要带我去哪儿？有没有打你？他有没有欺负你啊？没有，我没事。可元宝他受了很多苦。好，既然活着，咱们就有希望，啊！不哭，不哭。灵儿，你这是干什么？来，娘。帮我梳头，啊！你要嫁给柳文昭？娘，你知道我这辈子最爱的人只有元宝，元宝的心里也只有我一个。可是柳文昭这个卑鄙小人，你怎么知道他不会出尔反尔呢？你以为我真的会束手就擒吗？我要亲手杀了这条恶狼。所以娘你要好好的配合我，好好的管理，不要让他看出破绽，
明天我还是会跟柳文昭拜堂成亲，我会趁所有人都不在他身边的时候，在他最没有防备的时候，亲手把柳文昭给杀了。娘给你梳头，娘给你梳头。时辰到了，拜堂。梁宝，梁宝，不能奔，要奔只能和我奔。为了相爱，连死都不怕了是吗？好，今天我就让你们做一对亡命鸳鸯。如果有来世，我还是会嫁给你。
一辈子不够，下辈子还要在一起，好感人呐！我好羡慕啊！我跟你们说，想让你们死真是太容易了，但是那样又太便宜你们，所以在你们死之前，我要好好看一出戏。我想看看你们到底怎么表演，把他们带上来，走，快走，快点，娘，老实点，灵儿，娘，娘。你这个畜生，我娘养你这么多年，你竟然敢这样对她。娘？哪个是你娘啊？哦，你有两个娘是吧？一个亲娘就是这位，把你生下来就被我的姑妈赶出了金府，20年都没有过过一天好日子是吧？还有一个娘，就是我姑妈，把本该属于我的一切全都给了你，对你真的是很好。所以说金元宝，你还真是幸运，真的好，你什么都比别人拥有的多，就连娘，你都比别人多一个，是吗？啊，对了，我差点忘了，我好像听到有人说，你自从知道了自己的身世之后，不知道该选谁当娘了，是不是？本少爷我心慈手软，我来帮你做这个决定，解开这个难题。你只需要从他们两个人中间选出一个来，我就替你杀了他。你不是，你个畜生王八蛋！对，我就是畜生，我就不是人。怎么了？你激动什么呀？不知道怎么选了是吧？要不我也不知道怎么选，该选谁不选谁，真的很难。我不想做坏人，所以还是你来选。我不选，我两个都要。刘文昭，你个混蛋，要杀要剐冲我们来，放开我。于麒麟，我不想跟你说话。姑妈，对不住，我只想看看你把这个当儿子一样养的人，是不是真的把你也当做亲娘。愣着干什么？打呀！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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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给我跪了，跪了又怎么样？你不是金大少爷吗？你不是飞扬跋扈吗？你不是也愿意一直把我踩在脚底下吗？现在跟我说这些话，我就该领情了是吗？我告诉你，金元宝，不，我不领这个情。
所以你还是要选一个。别打他了，选我吧。他说的对，当年是我把你从你娘的怀里抢了过来，把他赶出金府，让他流落在外，凡此种种都是我的罪孽，我造的罪孽我一个人来承担，你不要为难，选我。好儿子，有你在的每一天都是娘最最开心的，可这些都是偷来的，也该还了。刘文昭，你个混蛋，你给我放了他。夫人，你不欠我的，真的，我有莲儿这么好的姑娘，她在的每一天都是幸福的日子，况且你帮我培养出元宝这么好的孩子，他真的被你教得很好。夫人，我王慧兰感激你。慧兰，我对不起你。夫人，我真的从心里感激你，你把我的儿子带得这么好，就算他待在我的身边，他也不会比现在更好的。夫人，慧兰，谢谢你了，你就是元宝的亲生母亲，元宝，夫人就是你的亲娘啊。还不选是吧？我替你选，就选你的生母，二十年来没养过你，跟你感情薄，我就选她，把她给我抓回来。是。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走，走。不要。母慈子孝，让人看了好感，但不知道为什么，我看你们在这演戏，我觉得像是惺惺作态，让我恶心，让我厌烦。我的耐心已经没了，拿着，拿着它，把它杀了。不要！你不动是吧？我替你来。刘文昭，求你杀了我，求你了，把我杀了吧。元宝，我偏不杀你，我只想杀他。娘，少爷，
走，再不走大家都得死，快走！走，娘，娘，少爷，你快走，都不许动，都不许动！李文昭，你别乱来，少爷，快走，快走啊，少爷！金元宝他们四人一路上都有金府的人帮忙，已经逃出去了。传我的令，先把大队都撤出去。我们走。是。走。阿福，阿福，阿福。抓紧你的手，走过我的朝朝暮暮。